个三点四十九分。有嘅，你見到球玩 BF 咧，唔係佢咩嘅，嗰段片就處理緊。有一波落單手89.45喎，攞個分數341几喎，咁最少啲分數係113000几。第二個小隊分對面隊得49000，即係我總共啲嘅50000。咁可以話差成兩倍。咁都係話小隊分數113000咧，都係話最高紀錄。因為我哋四條友都係 top 1至 top 4嗰度係。之後我就將呢一個現象咧，就話攞113000，就話 head 卡變少喎。之後咪，即係都好少啊！真係見到。咁但係你少得嚟，可能之後咧，忽然之間，唔係嗰啲 head 卡又係會轉做住多個叉，即係註冊一個新嘅 account。咁基本上 head 卡咧。你少完之後，佢都翻翻曬。你好似 BF1 嗰啲已經冇得救噶啦，亞洲商，因為你入到去咧係幾乎100%嘅 hack 牌。如果啲 hack 牌通常都係本地嘅。你冇事嘅，淨係鋪啲薯條粉曬命啊，令人睇唔起。既然就話你都好笑喎，呢個成績咁靚，仲鋪嚟俾大家睇，結果就話踢下好少，你想唔到大家唔係咁樣，你當大家傻，傻佢，我方。呢樣嘢上去咧，其實都係唔多嘅，唔等於曬你，冇關係嘅，都係話。但係都係一句，如果你唔中意睇，你可以唔睇。我記得一開始嘅，佢同我講係我 Nails 把呢一陣放上咯。佢話我揸車又一樣啲有路。都係一句，你睇唔起四，我諗睇唔起四把呢一啲會係咁樣。啲人可能自己都好渣，都我一句，我喺個商販裏邊好難買低啲。
果把它带掉的话，那多大家有点烦的是吧？好难的。你叫我扮低调，人哋都只系闹嘅，点解先把啲好保守？所以佢讲嘢都嘥嘅，你可以睇佢哋中意嘅话，咁我跟住睇。